书下狼灾啊。新书下狼灾是南哥写的，南哥写的。唱起了吗？起太高，起太高。把人的性命哇，好厉害！花落离处，南哥是个哇 ！My God！ 南哥，我跟你讲，我第一个偶像就是南哥。哦，还有，那你有？你是被他哪一首歌？小时候在那个收音机听到那个《新书下狼灾》啊，《新书下狼灾》是南哥写的，南哥写的。那时候是沈文成。新书那部南哥写的。下狼灾，咖啡七头狼。哦，七头狼，然后谁写的？对啊 ，Oh my God！所以我的第一个偶像是南哥，然后后来南哥，南哥他是唐秀吗？太高，起太高，起太高，起太高，没有太嗨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是台语跟南调的完美的结合。南哥，我真的很佩服你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那两首歌是你创作的。南哥是我们他创作很多歌，台语歌坛第一代的这个对唱片制作人，词曲作者、歌手，最近都不唱了，光版权就唱片公司，而且唱片公司老板，哇，所以新书下狼灾，还有那个漂白气头啦，对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哦，太多了吗？不应该，不应该吗？不应该，歌老了啦。金宝银，金宝银，金宝银是你写的？对啊，把人的性命，金宝银，你哇，好厉害！花落离枝，南哥是个哇 ，My God， 南哥是神话，好不好？花落离枝，哎，对啊，花落离枝是哪？听起来像个音乐。可以有荣幸听南哥唱《金宝银》吗？因为我只听过是那位啊，我唱给小段啊。好，别人的性命是黄金，搁包银，阮的性命唔值钱。别人啊，若开嘴是金言玉语。阮若是假讲话，连伊都出代志，好不好？好有 feel 啊！好有 feel！ 哎，你们也是今天才知道吧？对，这样没有很难掉了，超级经典呢！哇，好强哦！然后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本人在这边，好厉害！南哥受我一拜，太厉害了。